燕城生技药品成功发展了全球第一个符合西药 GCP 优良药品临床规范，并获准进入市场的植物新药寿美降脂一号。它是源自于天然特选的红曲菌，科学试验证实其降低血脂的显著效果，而且副作用低，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一大福音。燕城生技从台湾特有天然物萃取提炼，找到了类神经因子的神经滋养物质。燕城生技的 PPLS 研发突破与贡献，不但获得了国家计划补助，加速研发成效，目前已经进行了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澳洲、中国大陆及台湾专利审核。神经退化疾病天然药物的开发与商品化指日可待。燕城生技从台湾本土中草药原料找到了两个抑制炎细胞增生的新 HDAC 抑制剂，经过动物实验证实，能够显著抑制肿瘤成长，大幅缩小肿瘤组织达50%，开启了抗炎天然药物研发另一重大契机。燕城生技这支抗炎标靶药物已完成了6个区域及国家的专利布局，因此有机会成为台湾首支中草药研发的抗炎标靶治疗药物。燕城研发成果于2007年荣获了台北生技创新研究奖。从全球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，燕城公司从天然药物当中萃取有效成分，针对退化性的神经疾病以及癌症标靶药物等等进行新药开发，这将是我国生技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。